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《时事聚焦》。呃，亚利桑那州审计，亚利桑那州审计目前呢，呵就出一个不是结果的结果，或者也是结果的不结果。呃，他就跑到了亚利桑那的这个这个总检察长手里面。那、呃、总检察长会怎么样？那就现在来讲，总检察长他马克他叫，他表现出来比较还是比较强劲，但是。 没有透露出任何与审计有关。那他目前呢？因为明年他要竞选美国的参议院的联邦的参议院的议员，所以，那他目前表现出来呢是是跟其他的保守派的州在对抗美国的司法部。美国司法部呢现在比较比较厉害，我只能说比较厉害。现在美国处于一种。 哎，很像2015年的香港，很像。2015年的香港是指那个时候战中的时候，这个那些人刚刚开始就是在香港开始抗争的时候，而且争取双普选，啊，本来是2017年双普选嘛，争取双普选，然后很像那个时候，所以大家知道双普选失败之后，然后出现的反送中，然后美国那香港的计划。 呃，这是件很悲很悲剧的事情，但这个路途的走的曲这这种曲线是这种曲线，所以美国很像二零一五年的香港，那它需要一段的时间，那那在当时香港也出现一些管制啊，包括在社交媒体当中出现一些管制，没有现在这么完善，因为现在那社交媒体太厉害了，所以在在亚利桑那州本身的，呃，我个人看到呢。 他反抗就是联邦政府，联邦政府的司法部，但与审计相关，他没有，我们看不到任何消息。在这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，结果在众议院应该是昨天，他说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大概是在讨论亚利桑那州的审计的问题，是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跟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在众议院的地面上。 出现了对峙，那对峙的说法就是说，到底谁是2020年亚利桑那的大选的获胜者？他说我们不知道。这个议员议员这个就安迪，他在众议院的地表地表上。那这个说法就就目前来讲，这就是一种一种对立，完全是一种对立，一种呵呵怎么说呢？我们还没有看到过。 在有关亚利桑那州审计的问题上，来到了联邦的，呃，这个国会、联邦的众议院的这个平台上。